好，欢迎收看天安实况，我是天安实况里面的安。今天我们要来逃离这个噩梦了，这个密室。然后上次我发觉这个它的这个密码就是19701，应该是一场我是不知道，没关系，就是家人和我一起讨论出来的，所以主要我不太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已经忘了。70000005000，天哪！我把它放进去，把这个放进去。要按照这顺序，没有关系，真的没有关系。那什么？天哪，这有正确的这个顺序法吗？应该随便乱排的，一定是随便乱排。好吧，我要在这里卡一整天了。我们刚刚看这到底是怎么排的？因为每一次都要试过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吧，我觉得如果这次我们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这样子吧，我说这样不是你要和我开玩笑吗？你再和我开玩笑吗？这样子吗？一定是这样子的，不会不是这样子。天哪，不会不是这样子。既然不是这样子，你要和我开玩笑吗？你一定没有在和我开，应该一定是这样子。X 放最后。这有道理吗？还是我必须发觉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随便放，对，就是我的个性，就随便放，随便放就行了，对不对？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就随便放，这样随便放着，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把它打开了，因为。随便放下就对了。你混蛋！来，重来看看，重排看看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没有关系，真的没有关系，真的没有关系。我只不过只是暂时想不过来而已，真的没有关系，我不在乎，不在乎，我一定可以过这一关的。我为什么不能过这一关？我一定可以的。观众朋友们，你觉得可以吗？我觉得可以。随便放。我已经说真的，我已经很生气了。在你们的镜头上面应该看不出来我要做什么改变，可是呢，现在我要给你们近一点看，因为呢，这有一些形状，然后呢，你必须知道形状啊。我现在才讲，因为我镜头有点不好。行了，为什么你就不肯开呢？你今天就放过我们，让我们出去好不好？拜托，我求你了，我给你钱 ，OK？ 我钱给你拿去，钱都给你，我的钱都给你 ，OK？ 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样，放圆圈好了，你这放到这边，把这放到这里就开。没关系。人有时候就要试一试，不可以放弃，你知道吗？不可以放弃。难道这里有什么玄机说要怎么排吗？应该没有吧。这里有说，你要这样子排，你这样子排呢，你就可以得到这正确的排列顺序。可是他连讲都没有讲，根本就没有讲。然后我已经完成你的任务，我不知道看你了，我们不能看你，对，因为你是个垃圾。然后这边有血吗？这个一定有血的。我竟然不知道床里面竟然会有密道。没有关系，真的没有关系。还是先放这方块，再放圈圈，再放三角形，再放这个，再放三角形，再放这个，再放这个，再放三角形。
再放方块，再放圈圈，再放你啊，再放圈圈，再放方块，再放三角形，再放这个，再放这个，放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耶！太棒了，我终于过了。什么？床下竟然有个密道？不可能的！唉，我都是过了。这个，你终于，你都不知道对我的关心。看，我才刚才过了。啊，太棒了！我可以离开这个游戏了。再见，再见。哈哈哈！删除你个混蛋！哈哈，终于自由了，哈哈！我终于从密道里面逃出来了，我赢了三关呢，哈哈哈！啊，我不要再耍笨了，这有点，可能观众朋友会以为我醉了。我们今天的时光就到这里，然后呢，希望你们不要看我的影片之前要先玩完这三关，因为这样子就代表你作弊。然后呢，今天的时光就到这里结束，再见。